看这一题，他说2x 减一哈，平方根是正负七啊，那我们根号是多少？这个它的平方根是它嘛，所以2x 哈减一等于正负七的平方，那七是49啊，这是49，所以我就晓得哈 2x 等于50，那 x 等于多少呢？25了。那 x 等于25的话，所以开根号，根号 x 就等于根号25嘛，这个等于5了，所以这答案等于5，所以这题答案等于5。